都做过梦，而我喜欢把梦境里千奇百怪的故事画下来，用笔和纸重现梦境。我是叶露莹，一名90后插画师。小学的时候，当时的那种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去创作的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是上帝一样在创造一个我自己的那个世界，就是我当时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强大的那种归属感跟荣耀感在的，当时的那种状态让我觉得，哇，画画这个东西还可以给我很多的自由。他那个小学那个做作业的时候，本子上他都有那个，都边上都要画的，书上都有他的画的没。2013年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为一位作家的新书绘制了插画，那是我的处女作。慢慢的，我接触到更多的门类和题材，从此爱上了绘本。这是一种能让文字变得更加感性的创作方式。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大学毕业后，我继续读研，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基础的练习上，速写、人体、人物写生，完全没有创作产出。身处在这段枯燥而重复的日子里，看着别人洒脱不羁的创作，我常常有一种落后的恐慌。我问导师，基础训练何时才能够结束？导师却回答，这条路你们能走多远，就尽量走多远。研三的时候，有一天，导师终于松口，说，你们可以好好开始做创作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生出一种疑惑，现在已经走得足够远了吗？想起自己曾经学了一半的钢琴，放弃了；练了一半的书法，归零了，好像怎么也雀跃不起来。导师又说要放眼世界，希望大家以世界的水准自我要求。我开始思考，在拥有世界水准之前，我应该先去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吧。带着大学期间给报刊书籍画插画挣来的稿费，我上路了。从东亚到西欧，我游历了20几个国家，花光了全部的积蓄。我拿起画笔，记录下我所有的所见所想。我希望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答案，找到自己心仪的某种榜样，去借鉴和模仿。或许那就是导师说的世界级水准吧。跟其他国外的朋友在交流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要多得多得多。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渴望的去了解我们当下的中国，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思考些什么，那世界观、我们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们其实对我们是充满了好奇。或许我们更多的知道达芬奇和毕加索，可是他们却很少知道《红楼梦》和《西游记》。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自己一直苦苦寻觅的东西，恰恰就一直都在自己身边。我发现，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东方的人，去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去发自己的心声，才有可能与他们站在同等的位置去对话。只有创作自己的东西，自己根源的，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东西，你才可能真正的完全的表达自我。我在挪威学习了一年，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北欧很冷，漫漫长夜，除了想念家乡，也时常被北欧神话所折服。为什么他们能把传统故事讲得这么好？我们中国没有吗？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东方审美符号呢？回到杭州，我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找答案。直到有一天，当我再一次看到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忽然灵光一闪，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对洛神的美，对神话的诠释无可挑剔。曹植的《洛神赋》写了一个想象之中的爱情悲剧，他在读者心中引起的是一种追求和向往的诗意。东晋画家顾恺之为这个故事所感动，挥笔画就了不朽之作《洛神赋图》。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就突然间对
曹植他当时的就是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自己的爱情理想就是离别的那种凄切的那种心情有了一点共鸣。我叫叶露莹，我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是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插画漫画专业的一位老师。老师啊，你看这么年轻，你都老师了，不得了啊！那你怎么诠释洛神的形象的呢？我在这个洛神里面呢，我是抓住了他的一个特点。在曹植的原文中呢，他形容洛神是云髻峨峨，修眉连娟，就是他的头发高耸入云，长长的眉毛又细又弯。就感觉他好像一直都在水中徜徉。哦，有意思，这是你画中的眼睛。对。嘿，他画眼睛还借用了鱼的样子，这个很有趣儿。哎，为什么会这么创作呢？如果要说到这个啊，我们就要从曹植的原文里面去找答案了。就是曹植呢，他当时就是刚刚到洛水河畔一个人行走，然后他说：“抚则未察，仰以书观。”睹一丽人，语言之畔，就是说我低头看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一抬头却发现景象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站在山岩之旁，于是呢，曹植马上就叫他的马车夫，然后问他说：“尔有敌于笔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你有看到那个人吗？那个人是谁？为什么如此的美艳？马车夫回答说：“臣闻河洛之神，名曰扶飞。”然则君王所见，吾乃日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他马车夫说：“老臣听说洛水河畔有一个女神，她的名字叫做扶飞。难道说陛下您看到那个人是她吗？她长什么样？您给我描述描述。”这里就可见马车夫他其实是看不到洛神的。嗯。但是曹植他通过了这个鱼的眼睛，也就像是一个窗口，他看到了洛神的世界。就这里呢，也是我对于曹植的一个理解，我觉得他也并非是凡夫俗子，所以才会有了这里以鱼来代替曹植之眼的一个设计。嘿，真好。我是陈晓，我是叶露莹，我们志愿守护宋人魔顾恺之洛神赋图，守护历史，守护妙笔丹青。那个今天老天作美，让大家能够在这么适宜的温度来听我们分享。最近就是跟 YNC 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一版《洛神赋》绘本是我在2015年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的。顾恺之是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绕不开的一位画家，同时更是我高山仰止般的偶像。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去翻看其中的典故，从一幅洛神赋图到山海经、庄子、抱朴子，再到中国千年文化，它为我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视野。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心灵神会不断呼唤着我创作的热情，有时即使创作到体力不支，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作画到天明，因为画作中的故事牵引着我根本无法停下来，就像整个身心都和画中人站在了一起。我自己创作有一部分的内容它是来自于像《山海经》之类的典籍的，有一部分我觉得它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幻想，然后它可能是我的童年记忆。因为创作的话会闭关，很多时候就是早上起来就开始画画，一直画到晚上天黑睡觉，就是白天在清醒的时候是在画着洛神赋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有梦魇。
在梦境里面的色彩从眼前冲出来，很像是我自己小时候在很多很多奇怪的地方看见的，或者是我自己想象着的，它有很多我自己的童年幻想。那些童年时奇异的幻想印记给我带来了无数灵感闪现的瞬间，而多年来大量的基础练习则在此刻发挥了作用。新的造型风格源源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又源源不断地从笔端流淌到纸面。西方的一位先哲说过，悲剧在精神上可以起到冲洗的作用，所以能够使观众得到精神的满足。曹植的爱情理想与政治希望也许是落空了，但我却要借着想象之中最美的情感，用我的画笔重绘着千年不息的浪漫主义。当这套绘本被选送到国外参加各个展览的时候，外国的朋友会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时尚的、很现当代的一部绘本作品啊，但是他们又能够从中读到非常古老的、神秘的东方的韵味。这幅作品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获得了很多的大奖，但我却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在随后与许多研究洛神赋的专家学者交流后，生出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惶恐。因为我觉得洛神赋这个起点真的很高，就是不停地去将我困住，所以我后来是觉得我之前的第一版洛神赋，我觉得他其实做的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好，他没有让我觉得就是我这是一本我满意的作品，然后我可以把它拿出来给中国的甚至是全世界的观众去看。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么多人在翘首期盼的这样一部作品，它就必须是一部让我自己在当下无怨无悔毫不后悔的一部作品。现阶段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想到就去做，就去真正的去做一个实践者。2016年，我开始着手修改自己创作的洛神赋绘本，从创作第一版洛神赋到第二版完全修改完成，又整整用了2年时间。我觉得我在这2年的时间里面，对洛神赋的故事，对创作的方法等等等等，然后包括我对我这个故事的拟合梳理，对这个绘本的结构的梳理，我觉得我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很大的一个意识上的一个改变。这是新版的洛神赋吗？是跟之前那个有改过是吧？对，就是改动很大，就其实加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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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细节，我都有在里面找西山经里面的这一章，其实都有出处。感觉画面比以前丰富很多。我觉得是整幅画里面有很多眼睛，然后都有什么说法。其实我觉得眼睛也是我自己的一种语言吧，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很原发性的一个东西。画眼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似乎是有很多思想的。读书可以让你的背后长眼睛，角度和视野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其实我自己的作品里面，包括我有时候画孔雀，我都会把后面的领域画成眼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这很像是一种习惯性的一个自我发散。古代人对眼睛也比较重视啊，画龙点睛啊。对啊，顾恺之他也是最后才画眼睛的。然后有对这种光啊，还有希望啊，这种向往。我觉得有眼睛还蛮有古意的，然后又很多又很怪，然后就有那种光怪陆离的那种《山海经》那些，很太古的一种感觉的一个回溯。朋友间的讨论会激发我新的灵感，而导师却能跳出画外，带给我新的视角。有这种造型的，它有点现代感，但也有挺好。这个耳环很好。水的耳环很好。这是我很骄傲的地方。然后这里就是众神前来，我家是被雨啊什么的。那脸几乎的有点像挺好。哦，有点像，它有一种前世的一种姻缘的感觉。挺好的。好，那个手指头差一点。其实到了最后谁也不在乎这个洛神赋。
大家只是对这样的一个洛神赋的故事，这可能知道的人很多，大家只是对这样的一个大的关系有一个了解，嗯，但是最后大家要看的是画面，是画面带给大家的那样的一种情绪，情感表现得好，大家的喜乐跟着你走。画画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应该就是我的生活常态，但同时既是深渊也是救赎。每一遍创作与再创作都像经历了一场人生的蜕变。洛神赋这个故事我重新创作了两遍，我觉得我只能作为一个实践者和探索者，然后脚踏实地的在做创作。今天的中国的这个绘本的这个市场也好，艺术创作也好，包括叶鲁龙，我觉得作为他这个年龄的艺术家，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挑战和机遇。他们上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的人说，做中国最好的绘本艺术家和做世界最好的绘本艺术家都是走一百步，只是智力的方向不太一样，就是关注的问题不太一样。这个我们总书记讲，传统优秀文化在我们当代新时代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这个发展，所以在这一点上，叶鲁龙的这个洛神赋表现出确实非常好的一点，非常积极的一点。我在学校拿了好几次的夏鹏奖学金，夏鹏同志年纪轻轻就为了革命和艺术而牺牲的一位烈士，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也应该在某一种程度上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不断的重新创作，不断的推翻，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先烈、对从前的一种传承和一种敬畏。